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一起分享他的话语。我们上次分享到，有很多人看见耶稣的神迹，从而信了耶稣的名，但是耶稣却不接受他们的信心，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人，他叫尼哥底母，他也是因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从而深夜里面来拜访耶稣。尼哥底母的故事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教育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四节，在这里圣经记载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们经文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在夜里来拜访耶稣。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吗？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吗？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通晓旧约律法，他通晓很多宗教里面的礼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吗？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因为他从小在严格的法利赛人的训练当中长大，所以他是一个具有着政治权力、宗教背景、道德修养、学术研究能力的人。这个人他什么都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样他自己没有的，但是耶稣有。因此他看到了这样东西的时候，他深夜里面来拜访耶稣。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没有的，耶稣有，那么这个人他一定不会信耶稣的。如果一个人一生只会发现自己总是比别人强，自己总是超过别人，那么这个人只是一个永远生长在不长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这个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长进。中国有一个伟人，他叫孔子，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天上的鸟怎么飞我知道了，水里的鱼怎么游我也知道了，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飞我完全不懂。”他对他的学生说什么：“今天我看见了老子，我就是见到了一条龙。”他是这样的谦卑，他愿意谦卑下来去聆听别人的意见，聆听别人对他的这样的建议。所以孔子是一位东方的伟人，尼哥底母也是一个伟人，
他发现了耶稣能够行神迹，他发现了耶稣拥有着神的能力，这些东西是他没有的，因此他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他谦卑的在深夜里面来拜访耶稣，来寻找耶稣，他是主动来到耶稣面前，希望能够去了解耶稣，认识耶稣，这正是尼哥底母的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所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没有发现别人拥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想一想，耶稣他写过任何一本书吗？耶稣没有写过任何一本书，但是记录耶稣的书成千上万，我们可以吗？耶稣没有拿过任何一个著名学府的学位，但是耶稣所讲的话使得很多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学家他们都伤透了脑筋，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影响到这些人吗？耶稣没有任何的后台背景，他没有一个有背景的老爸，但是他成长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拉萨勒，但是耶稣影响了整个人类20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的耶稣有，我们是否应该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去聆听耶稣的话语，去想一想耶稣到底是谁？其次，我们是否能够像尼哥底母一样谦卑下来，能够从别人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谦卑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把钥匙，我们需要有谦卑的态度，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天国的荣耀。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5到8节，在这里记载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经文看到这里，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去寻求耶稣，但是耶稣这里并没有因为尼哥底母的谦卑或者尼哥底母的身份和他的年龄而赞扬他，而是耶稣立刻马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尼哥底母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重生的问题。什么是重生？重生是指一个人拥有着耶稣的生命，拥有着上帝的生命，从而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他虽然拥有很多的知识，拥有很多的权利，拥有很多的法律，但是他又是一个高官，但是他看不见上帝，但是他看不见神的国，因为他还没有耶稣的生命，还没有神的生命，他见不到神，所以他看不到这位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我曾经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他去到了教堂里面，他在教堂里面他转悠了一圈以后出来说，我在你们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看见的只有椅子、凳子、空调、电扇，你们的耶稣在哪里？你们的主在哪里？我看不见。但是我去寺庙里面我却能够看见佛祖菩萨坐在哪里。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够想一想，这个时候的尼哥底母他看不见神，耶稣坐在他面前，他不知道这位坐在他面前与他谈话的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我们也想一想，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一个没有重生没有上帝生命的人，我们是否能够看见上帝？如果我们没有了这样的新生命的话，我们需要去祈求主让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重生。所以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也想一想，今天的我们，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到上帝的教堂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呢？有的人也许看到的是华丽的大教堂，也许有的人看见的是有名的牧师，有的弟兄姊妹们来到教堂里面看到的是
漂亮的姊妹们啊，帅气的弟兄们，他们看到的是这些。有的弟兄姊妹们来到教堂里面，看到的是教会提供的各种免费的慈善的帮助，他们看到的是这些，但是却没有看到耶稣，却没有看到耶稣的话语，没有看到耶稣的教导。这样的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得到圣灵这样重生的生命。我们需要去祈求上帝，让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重生。一个重生的人，他来到礼拜堂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这是上帝的圣殿，从而能够自觉地去谨守自己的言语和言行啊，从而去谨守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规章制度。一个重生的人，他来到神的礼拜当中，来到神的教堂当中，他渴慕的是上帝的话语，他关注的是神的话语，他感动的是上帝的话语，他记住的是上帝的话语，他看到的是神的话语，他活出的是上帝的话语，生活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时时刻刻他关注的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今天进入教会，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领悟到的是什么？愿圣灵能够来检查我们的信仰，检查我们的生命，检查我们的内心。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检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进入到教会里面，进入到教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听到的是什么。主啊，我们若没有重生的，主啊，求你能够来恩典我们，让我们得到圣灵的重生，让我们进入教堂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耶稣基督你，关注的是你的话语，关注的是主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